那，来嘛，来嘛，还有你吃，这么大个我吃不完呢、啊。还有你慢慢吃，那你吃两口，允许你吃两口。好，一口，再吃一口，还甜呢。嗯，好，行了，不吃了，给我吃。阿姐，现在我妈说的院话你听得懂了不？听懂啊，基本上应该能听懂了啊、难就难在我爸说的话是吧？我爸说的话应该也能听懂了吧？也能听懂。其实老爸说的院话我还是听不懂，因为他说的太快了，小声点。那个黄瓜都熟了，再回去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老黄了，看。哎呀，这些黄瓜全部都大了，老了。太子里面的菜呀太多了，都吃不赢。他说我们嘴巴太少了，我们家还有这么多张嘴巴在吃啊。我妈说要全部带回去，不然明天要下雨了。把这些大的带回去。那是黄瓜给多的还有。哦，那里一条大的。好多。那小的就不用带了啊，让它长。这样子，那里。嗯。这下面好多，拿不起，明天再得跟他给他撒。好。还有吗？还有啊。嗯。那么擦，勤劲擦一下。这个西红柿都烂了，这里。小西红柿。你们比较往哪方面去呢？太阳都下山了，我们还在地里面。哎，你我手上怎么搞一坨鸟屎啊？嗯，要发财了！要发财了！回家了，背得动吧？背得动。哎，这个绳子没设计好，好亏肩膀，背着痛啊！啊，他本来应该搞那种宽宽的袋子。哦，哇，换一个边，我用手吧，哎，什么也不行。